等一下。Hello， 谢谢子琪的花花。嗯，讨厌头发，讨厌冬天要穿的很多，然后还要搞头发。哎呀 ，Hello， 谢谢夏季蔚蓝的花花。有的时候头发多真的是没有空调，不是空调它漏水，然后就是我不想开空调，而且电费很贵，不想开空调，想节省点钱。可是我穿的少，比较性感，比较御姐。看的标题，嗯，什么？哎呀，我的，嗯，好看比较重要。今天不颓废文学，搞什么颓废文学？又不是非主流，我又不是非主流。哎，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昨日的我已经不再存在了，知道吗？就莫名其妙今天长得丑丑的，好吧，也其实没觉得自己今天长得丑，就随便凡尔赛一下。还有谁能丑的跟我一样呢？觉得每天搞头发梳头发都是我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当然不直播的话我可能碰都不会碰一下头发。真的吗？一个礼拜哦，这样子。死了，受不了。嗯，等一下，重新搞一下头发。Hello， 晚上好。漂亮吗？真的吗？
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剃刘海了，因为刘海长长了很多，都不知道怎么去修它。哎呀，烦死了，这头发！等一下，我剪一下，太碍眼了，碍眼的头发就应该剪掉。Hello，你们还在吗？谢谢熊猫糖9734的奶茶。你们这两天很忙吗？没有吃，我快饿死了。你说。放假吗？哦，已经放假了吗？仁慈算了。自己给自己放假，是带薪休假那种吗？这是什么游戏啊？嗯，今天好丑啊，救命！是和平精英吗？哦，我还以为是国外的那种游戏。为什么和平精英里面要打人呀？
我不懂，他名字叫和平，名字里面带个和平，为什么还要打人呀？你在玩动物园园龟吗？把人打服了。国际版也能遇到粉丝，我觉得。是我们团火了吗？哦，听说和外国人一起玩游戏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可以跟他用外国话沟通，虽然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外国人，但是你就是可以跟他用中国腔调的英语沟通，非常厉害。嗯，你也是偶像吗？前小偶像。你也是同行吗？没有，我是说中国人玩游戏喜欢用英语说话，就是用英语去捉弄外国人。哎呀，这是一个梗，就一般来说，第一句话，Can you speak English？Hey, can you speak Chinese？然后就是一般对方会用非常蹩脚的英语说 "No，我不会 speak 这英格新差什么 Chinese"，就是这个样子，不是那么正经，没有那么正经哈，没有那么就是互相装外国人。也是这种游戏的一个乐趣。你还可以装成是印度人。你说，I can cook the 咖喱，Do you want to eat？We cook food with our hands, so delicious！救命！一说到印度，我脑海中就都是那种可怕的画面，也不是可怕的画面，就是不是说他们可怕。如果印度的粉丝，那不好意思，我不是说全部都是这样，就是说可能。食物卫生方面，就是，没哈尼都挂了，哎呦，哎呦，这一块头发，对，印度会讲英语，yes。印度还有母语吗？是什么呀？印度语、阿拉伯语、泰语。对不起，感觉有点冒犯人家，但我真不知道他们的母语是什么。马来西亚也有印度人吗？地方语言很多。哦。
这样子，我们的地方语言也很多。我们真的吗？秦始皇没统一的中，那他现在可是后悔死，当初没统一，然后现在变成这样。哦，英语像普通话。西班牙语吗？太高级了，我不会，我只会日语，我只会很简单的日语，就毕竟日语跟中文很像，所以还蛮简单的。但我觉得读出来就可能没有那个 feel，没有那种中文读出来那种磅礴气概。不是西班牙语，是日语。哎呦，我天呐，我还以为谁用西班牙语读《出师表》。我是日语兄弟姐姐哥哥。什么？被征服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外国侵略过来，然后就把他们同化了的那种，那叫什么来着？同化史。童话故事，就如果有外面的文化，好像元朝还有清朝、明朝是不是？不知道，反正元朝和清朝就是想要征服中国，然后结果被同化了的，蛮厉害的。谢谢，快取个有趣的昵称吧的圣诞帽。谢谢，快取个有趣的昵称吧的麋鹿胸针和平安果。谢谢。中学生之敌吗？谢谢，快取个有趣的昵称吧的圣诞卡，祝你天天开心，事业有成，然后，明年一定会更加顺利的，好运常在。哪里来回来去？谢谢，快取个有趣的昵称吧的圣诞树，那岂有你整个冬天都不冷啦？我现在 谢谢。什么是出口？谢谢。因为说起来马上就要口袋年终那个什么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为我冲业绩，谢谢。做好保暖。我其实虽然很怕冷，但是又好像没有那么怕冷。我今天其实主要是想给大家来朗读《小王子》的。对，虽然说是《出师表》哈，但《出师表》非常无聊，决定给大家念个《小王子》来热热身。什么？马来英文？就决定念一个。那个马来英文不是，我决定念一个小王子给大家听听。僕が6つの時読んだ本に素晴らしい絵があった。全部本当の話という名前の自然のままの森について書かれた本で、そこでボアという大きな蛇が獣を大丸。打结了 这日文的句子真的好长。ボアという大きな蛇が獣を丸の身にしようとするところが描かれていたんだ。だいたいこういう絵だった。Hello。日文太长了，谢谢鸡翅的七天的，呸，6天的，不是，哎呀，秋天的奶茶，
谢谢。不不不。What do you have は、獲物を噛まずに丸飲みします。その後は、じっとお休みして、6ヶ月かけて、お腹の中で、溶かします。と、本には 書かれていた。好的，早点休息。我们有时差吗？不是七天奶茶。哎呀，又不是我会点2个礼拜的绿豆汤。哦，没有时差吗？这样子。Hello，哎呀，我的头发。好的，拜拜，君君，君君在家里。对了，就是，顺带一提，因为这个月我胖了，所以就是有几个舞蹈没有录好，然后就是会顺延到下个月，然后作为补偿，会给就是上个月的那个舞蹈就是没有发出去的，或者是不满意的人，就是补偿一张。价值一个戴安娜的画，对，就是非常抱歉，因为我身材管理失败了，然后变胖了，对，然后就，然后有的舞就怎么说，跳起来就观感不好，对不起，就顺延到下个月，是吗？那身上长肉了，主要是要跳性感舞蹈的话，果然还是瘦一点会比较好看。对，然后这个月也是有活动哦，这个月是今年的最后一场啦，马上口袋四八就要结算啦。对，就是送礼物，满一个夜蝶的话，可以在翻牌里点一首歌，然后一个戴安娜是一幅画或者一个就是一首歌的副歌这样子。谢谢 TNO 四八。瓦列里萨布林的荧光棒，这个字好长，是吗？太瘦了跳舞才好看呢，胖胖的跳舞不好看。我以前胖胖过，我曾经是那种胖胖的那种，跳舞都不好看，瘦瘦的怎么跳都好看，谢谢 EMON 的巧克力。会注意身体的。好，你们听得懂我在念的吗？我现在打算就是开始念《出师表》了。或者一些非常优雅的句子。好，《出师表》日文版。Hello，晚上好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先帝創業未だ、幅ならずして、中道に崩殂したまひすき。太绕口了。求得你胡说西大马希奇。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以马天下三分西得，益州黑。再来一次，以马天下三分西得。Exu hiheis。 これまことに緊急存亡の時なり。太紧张了，这位，谢谢守护天使鱼，肚子上好看鱼的平安果。救命！这个太难读了。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亡身于外者，しかれども自衛の心うちに怠らず忠士の死身を外に忘るるわ。哦，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陛下也。けだし先帝の修遇を置いて、これを他に報いたってまつらんと、ほすればなり。救命！哎，这跟我那个背的不太一样啊，我背的那个版本是。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哎，接下来是什么我不记得，好吧。再说山海话可能吧，有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像，有那么一点点像。对，臣疑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挥治世之气。誠によろしく成長を開帳して、もって先帝の遺徳を大いにし、獅子の気を大いにしたまふべし。え、你背也是。真的真的好难背。哎呦，不是好难背。え、他们现在中文普通话好像改进了，就是变得读音少了一点，就是有一些多音词啊，它就是变得不那么多音词了。Yes, hello, 晚上好，也不是这个版本吗？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よろしく乱れに、自ら比較し、たとえを引き気を失いて、もって中間の道をふさぎたもう、べからざるなり。什么？你背的也不是这个版本。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乏于皮否？哎，不乏藏匹，不宜异同。宮中府中は元に一体たり、増費を直発してよろしく移動あるべからず。治乏藏匹啊，啊，治乏藏匹，哎呀，忘了忘了忘了，这文这文。谢谢 TNO 四八瓦列里萨布林的荧光棒。每次看到长长的字，我就开始停顿了。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刑赏。もし勘をなし、とがを犯し、および忠善をなす者あらば。よろしく勇士に尽して、その継承を。这个字怎么读？这个字怎么读？等一下。跟绕口令似的。我还想读鲁迅的那个，鲁迅的故乡。谢谢守护天使鱼，多去上海看鱼的荧光棒。这边隔音有点糟糕。以照陛下平民之志，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もって、ひかへめの地を明らかに。しよろしく変死して内外をしてほうことにせしめたまふべから。
扎鲁那里。哦，我累了。我现在来读一点优美的词。转换心情。日语是在学校学的，在培训班学的。人間というものは、世の中に合わせて生きているうちに、いつの間にか自分を見失ってしまうことがよくある。人们在适应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生存过程中，不知不觉就会迷失自己。自分らしい人生を送りたければ、自分で自分の人生の演習家にな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所以，如果你想活出自己的精彩，你就必须要成为自己人生剧目的导演，来演绎自己的人生。谢谢诡计的奶茶。默写支配的恐惧。我都没有默过，我只背出了第一段，然后我还没默过出师表。怎样？我还可以读夏目漱石的那个。书 ，Yes， Hello， 卡了吗？つないでもつながなくても星座けれど名付ける。天上的星座，有的相连，有的相隔，却都想要靠近。あなたの夜が冷え切っていなければいいと思う。但愿你的夜晚不会太冷。いずれにせよ。星明かりの下で、世界はこんなにも静かに。但无论如何，此时此刻的夜空之下，这个世界如此宁静。なんとなくけれどね。なんとなく。だけれどね、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私はね、谢谢胖丁唱歌的荧光棒。自分のすべてを愛しなさい。是吗？日文很难打，我一般用罗马音的那种打字，我不用那个日文九宫格，救命！我以前会用日文九宫格，就是用那种，也不是翻盖手机，就是不会用那种。
人生信条。何よりも一番大事なのは自分を愛することだ。比起其他的，最重要的是要爱自己。Yes。ある寒い日の午後、私は食後の茶でくつろいでいた。妙に人の気配がしたので、振り向いてみた。思わず、あと声が出かかった。急いで立ち上がって迎えた。来た客は、轮刀である。人引いて轮刀と分かった。たものの、その轮刀は私の記憶にある轮刀とは荷物かなかった。这句话呢是鲁迅的故乡。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感觉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得非常出惊，慌忙起身站起来迎着走去。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是闰土，但这又不是我记忆上的闰土。谢谢，快取个有趣的昵称吧，的荧光棒。波波，波波，怎么了？听不出来吗？闰土。本质就是闰土。そう、私がとても綺麗ですか？伤感文学。主要是他有的文章没有那种标注音，我就读起来有点累。啊，那个这叫啥呀？故乡，日文标注，我真还找到了那个夏目漱石的文章的原文。中文朗诵，直接念中文音吗？鲁迅的日文叫 Loading。步履不停，给大家读一篇小文章。あるところにネズミが大勢住んでいました。这也没有标注啊。
好了。我还是读小王子吧。谢谢子琪的平安果。6歳の時、原森林のことを書いた本当の物語という本の中で、僕は素晴らしい絵に出会った。我觉得像这个样子，这样子标注的我能看。如果它全部都是就是平假名，我也是读的不是，我也会卡住的。这样子标注我觉得是比较棒的儿童读物。明天晚上可以直播给大家跳舞，因为明天晚上应该中心没有人。それはボアという大きな蛇が動物を飲み込も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の絵だった。ここにあるのがそれの写した本人はこう書いてあった。ボアは獲物を全然噛まずに丸飲みにする。その後は動けなくなって消化が済むまで6ヶ月の間ずっと眠っている。僕はシングルの冒険についていろんなことを考えて色鉛筆で初めての絵を描き上げた。僕の作品第一号はこんな風だった。僕はこの傑作を大人たちに見せて、この絵怖くない?と聞いた。相手はどうして帽子が怖いんだい?と言う。この絵は帽子じゃない。ボアが象を消化しているところだ。不行。紅白?什么紅白?でも大人にはわからないらしいので、もう一度、今度はボアの内側を描いた。大人相手にはいつもきちんと説明してやらないといけない。大人たちはボアの絵を描くのは外側も内側も全部やめて、地理と歴史と算数と文法をしっかり勉強しなさいと言った。そういうわけで僕は6歳の時に偉大な画家になる道を諦めた。作品第1号と第2号の不評に意欲をそがれたのだ。谢谢柯大大的荧光棒。大人というのは何も分かっていないから、子供の方はいつも説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てうんざりしてしまう。我发现好多词我都是顺顺的自己的语感直接读下来，我甚至都没看清就这么读下来。就没。僕は別の仕事を選ぶことにして、飛行機のパイロットになった。世界のあちらこちらを飛び回る。地理の勉強は実際に役に立った。僕は一目見ただけで、中国やアリゾナを見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夜、迷った時などとても助かる。そうやって暮らしている中で、僕はたくさんの重要人物に会うことになった。大人たちと過ごすことが多かったし、随分近くから彼らを見た。それでも彼らについて僕の考えはあまり変わらなかった。この人は聡明かなと
という相手に会ったとき、僕はいつも持ち歩いた作品第一号を見せることにしていた。本当に思いの通じる人に会いたかったのだ。でも答えはいつも同じだった。これは帽子ですね。そうなると、もうボアのことや原子輪のこと、星のことなんか話す気にはならない。僕は相手に合わせて、ブリッジの話やゴルフのこと、政治やネクタイの話をした。没有了吗？同步翻译啊，我觉得要找这种有对照的东西，我还是买一点儿童读物，就是那种我在 B 站找的日文朗读，因为我昨天在谷歌搜了半天，都只能找出一些颓废文学。哇，それはないの？什么？什么？见到我你可以装作普通一点，什么？就都是这种文案。哎呀，Is it Japanese? 我看看。谢谢鸡翅的糖糖。不不不，你们还有什么想听我念的吗？我可以念点文艺的那样。在这里。外交官，对，我在养成大家外交官。www.project.hello.com 杠 OK。Let me see see， 读一读经典的词。Hello， 现在是
念信环节不是歌词，对，来名 CC 哈。让我找找。找到了，现在是那个什么，颓废文学时间开始了。颓废文学时间。大人になった。髪も伸ばした。恋も覚えた。失恋した。母との喧嘩激しくなった。男友達意味なく増えた。私のことは自分でしたい。未来のことも早く決めたい。後で後悔したくないから。素直になれない、ひねくれ私。我现在在念《早安，早安家族》的歌词，但感觉他们，因为他们的歌词我念着可能会比较顺，念得比较顺，嘿嘿。谢谢胖丁唱歌的荧光棒。这是什么歌呀？哦，啊，Love Live 我搜到了。什么？丑鞋子？丑鞋子我没买呀。
什么带鸡翅？見たことない。見たことない夢の軌道。追いかけて。走り出すこの気持ち。まっすぐに。勢いよく君を探してたよ。ちょっと待ってなんて無理。飛び出そう。僕たちの中の勇気が騒いでる。いつもの世界が新しい扉を隠してるの。全部開けたいよ。ほら、一緒にね。始めたい。青い空が待っている。夢を抱きしめて、それだけで、明日へと進める。青春、ま、しぐら。始まった時の、ときめき、ずっと大事にね。夢を捕まえてに行くよ。どんなことが起こ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のも、楽しみさ。伝えなきゃ伝わらない。最初から完璧にできる。最初から完璧にできるはずはないから。とりあえず元気に飛び出そう。僕たちのスタートライン。ゴールは遠いかな。眩しい世界で呼ぶ声が聞こえた。聞いてみたくて。光の向こうへ。ほら、一緒にね。帰りたいな。太陽が昇るように、夢よ、輝いて。力いっぱい、叶えよう、願いを、青春ぴっかりだ。帰りたいと思う、気持ちがきっと大事だよ。夢を捕まえに行くよ。みんなとなら、説明ができないけれど大丈夫さ。だって、始めたいことが、今、見つかったばかり。ゴールはどこ？どこだろう？わからない。わからないでも、ね、楽しそうだしょ。始めたい。青い空が待ってる。夢を抱きしめて。それだけで、明日へ進める。青春まっしぐら。始まった時のときめきずっと大事ね。夢を捕まえに行くよ。どんなことが起こるのかわからない未来。夢を捕まえに行くよ。みんなとなら、説明はできないけれど、大丈夫。マシコラ。はい。听不清吗？听不清吗？听不清吗？真的吗？流畅吗？真的吗？真的吗？很流畅吗？哎呦，刘海又开始分叉了。君君在肚子里吃掉了。Hello， 晚上好，厉害吗？哈哈哈哈哈哈！嗨，那我我说上海话呀。你可以教我怎么说吗？啥呀？什么呀？我又要开始念出师表了。好，在哪里？想念狂人日记的，但是太难了。出师表，这明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年啊！什么？啥呀？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忠志虑忠纯，吉秋吉罗，卡库尤西，嘿，对不起，嘿，头晕啦，可怜。みんな、両日にして、
西六丘丘那里，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ここをもって先帝、干拔したもって、もって、ひかに残したまへり。开始变得非常破碎了。这是中文生僻字，不会读。予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ぐ思えなく、其中のこと、こと対象となく、ことごとく、持ってこれに計り。养金榜哪有？然后施行，必能必补，怎么读？必补绝漏，有所广义也。しかる後に思考したまえば、必ずよく結論を批判し、交易する。将军相宠，信行淑君，小唱军事，将军相宠，最高職勤にして、适用于昔日。哦，天哪，好多日文汉字我不会读，救命！自闭了。せたりは倍ほどになり、昔の艶のいい丸顔は、今では黄ばむ色に変わり、しかも深いシワがたたまれていた。面も彼の父親がそうであったように、周りが赤く割れている。私は知っている。海鍋で、工作する者は一日中潮風に吹かれているせいでよくこうなる。頭には古ぼけるた申せりの申し、身には薄手の綿れ一枚。全身ブルブル震えている。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概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好听吗？彼は突っ立ったままだった。喜びと寂しさの色が顔に現れた。唇が動いたが、声にはならなかった。最後に、うやうやしい態度に変わって、はっきりこう言った。旦那様、私は身震いしたら叱った。悲しむべき、熱い食べが二人の間を隔ててしまったのを感じた。私は口が聞けなかった。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出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障了。”我也说不出话，哎呦，太难读了。彼は後ろを向いて、シュイシュイシュイン、シュインシュイン、シュインシュイン、旦那様にお辞儀しなと言って、彼の背に隠れていた子供を前へ出した。これぞ。まさしく30年前のルントであった。いくらかやせて顔色が悪く、銀の首輪もしていない違いはあるけれども、これは5番目の子でございます。世間へ出さぬものですから、おどおどしておりまして。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身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30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脖子上没有鳞圈罢了。这是第5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母と本炉が2階から降りてきた。話し声を聞きつけたのだろう。ご隠居様、お手紙は早くにいただきました。全く嬉しくてたまりませんでした。旦那様がお帰りになると聞きまして、と论头哇一道，母亲和红儿下楼来了，他们大概也听到了声音。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不得了。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隔音呢？还好，集中精力好吗？”我其实想读《狂人日记》的。或者也可以朗读《哈利波特》。解忧杂货店。真的吗？《出师表》？可是我现在在读《狂人日记》啊。我现在正准备读《狂人日记》，怎么了？啊！哈利波特有标注，哇，太棒了！救命啊！出师表还有一半，对，麻烦我什么事儿说。没有翻牌快过期的。你在哪里占卜的吗？占卜的吗？正位离了，权杖6逆位，愚者正位。塔罗牌不是我所擅长的那一行业，这个应该百度一下可以查到，就是单向的去百度查能够查到，然后，我比较擅长的是那种神谕卡，不是这种卡，神谕卡。我给你看看。愚者正位。12月搞活动的，
十二月搞活动，十二月就年底结算了。权杖六，权杖六代表的是胜利的前景、自信、权杖六逆位。我看看，是升级很快。可能是会失去了自信的态度，然后或者是行程上有耽搁。是因为自信不足或者信念不够坚定、计划不够周详而导致无法成功，或者只是短暂的成功，对自我的确认不足。你可以看星座，因为塔罗牌它这个，我觉得塔罗牌它这个有一种直接钦定了结果的东西，我不太喜欢这种，比较喜欢那个神谕卡。神谕卡会告诉你，就是你要接受一个什么样的能量啊什么的。对，一般塔罗牌的话我是不会看，然后塔罗牌就是还有那个神谕卡都是就算一次就好了，就不能多算。然后他那个愚人的正位是说有新的机会，追求自我的理想，展开一段旅行，超乎常人的勇气。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机会，但是你没有自信，或者是你没有完全的规划好，你可以就是再看看计划是不是真的周详，然后给自己多一点自信，多一点底气，好吗？这样子。几月份？什么时候立春呀？身体状况，吃了药感觉好一点，不至于很特别糟糕，就是好了一点。2月4号啊，果然是二月份。没关系，马上今年就要过去了，今年就要过去了。明年就是眼目的天下了。我不能穿红袜子，我就是火又不旺我，我就是水和木是比较旺我的，就是是会比较旺我，我就是火这个属性它就是就是穿红袜子不能旺我，与其穿红袜子不如穿蓝袜子或者是绿袜子会对我比较有好处。我看看今年是什么年啊，我还没看过今年是什么年份。本命年不用穿红的，不穿，我们不搞这个封建迷信啊，没必要。我要穿旺我运的，比较可以旺我运的。对，
就是要看你这个自身的五行属性。五行属性，我不是傻瓜。你可能发现我买东西都喜欢买蓝色或者绿色的，因为这两个颜色比较旺我。嗯 ，yes。我现在要读《哈利波特》了。テレペット通りの四番地の住人ダーズリー夫婦は、おかげさまで私どもはどこから見てもまともな人間ですというのが自慢だった。不思議とか神秘とか、そんな非常識にまるきり認めない人種で、まか不思議な出来事が彼らの周辺へ起こるなんて、という考えられなかった。ダーズリー室は、穴開けドリルを製造しているグランディングッズ社の社長だ。ずんぐりと肉付きが良い体型のせいで首がほとんどない。その代わり巨大な口ひげが目立っていた。奥さんの方は痩せて金髪で、なんと首の長さが普通の人の2倍はある。柿根ご市にご近所の様子を詮索するのが興味だったので、鶴のような首は実に便利だった。ダズリーズ夫妻にはダドリーという男の子がいた。どこを探したってこんなに出来のいい子は癒しないというのが二人の親バカの意見だった。そんな絵に描いたように満ち足りたダーズリーズ家にもたった一つの秘密があった。何により怖いのは誰かにその秘密を嗅ぎつけられることだった。あ、おちょめ。嗯，真的好长呀，读日文好难哦。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平时自己说话的话不会说日文，因为说出来中文大家都懂，不好意思就会去说日文，就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哎呀，但是日文读那个出师表还是有点没结婚了，就怎么说呢，他翻译成日文我都不认识了。哪有，骂人的话不是大家都会吗？不是啊，骂人的话不是就是就可以听出来，就自己说的话的话就不会这个样子啊，对不对？
哎呀，怎么感觉现在每天都是被这个头发给难到了？好的，晚安。睡吧。真的吗？我觉得我读的一般般，就是读出来的声音也不好听，可能因为说话说久了，声音都变尖了。好了，先晚安吧，明天见，拜拜。为什么要回家？为什么是明年见？晚安。